本影片由安奈赛品牌独家冠名播出。Y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七老大。在我旁边的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我们的令狐公子布莱恩。那个上次已经治好了，狐臭上次治好了是不是？那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？毛病那么多，真的。这个问题是，我下两周之后要去见与网友，要跟网友见面，那这很好，这没什么问题啊。真正的问题是，现在有一点肿了。你是说整个脸的部分是不是？因为他真的啦，他最近爆肥8公斤，怎么回事啊？吃太好，吃太好是不是？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哈，见网友啊不是什么问题，但偏偏来给你们看一下。他交友网站的照片用的是这一张，哈，还有用这一张，啊，那是比较瘦的时候。这个比较瘦的，这个不是比较瘦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什么啊？美图开到最强，修脸的功能给它调到最大，就变成这样。你现在跟人家见面，人家以为你风度翩翩、风流倜傥，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啊，就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买到一个 A 片，然后结果后来放出来之后，发现那个跟图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不行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想说再瘦个4-5公斤，动手术啊？对，而且是只有2周，对不对？2周要瘦个4-5公斤，这算是我们频道接到最大的、最艰难的一个任务，好吗 ？OK， 来，我来帮你设计一个叫做“暴力高丽菜减肥法”。来，我们啊就使用这个东西啊。这就能瘦4-5公斤。对，用高丽菜就能够瘦4-5公斤。做法在这里，好，你就抱着它，好，怀抱着一颗神圣而谦虚的心，然后带着它去把它做完。好，去。好啦，我们趁布莱恩去做的时候，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哦，这个暴力高丽菜减肥法到底哦，为什么能够让你啊一周轻松瘦2-3公斤哦？哦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啊哦，选择就是在每天晚上的时间，我们吃掉1/4颗高丽菜，再加上一些好的蛋白质，其他白天的哦，早餐啊、午餐啊，你就正常吃，白天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但是尽量吃圆形的食物，只要晚餐改成高丽菜，你就会瘦啦。那至于为什么要用高丽菜，因为高丽菜啊，它是一个热量很低的食物，再加上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这样1/4颗高丽菜啊，大概就是50-60大卡左右。但是哦，你给它全部吃下去啊，你不仅会吃得很饱，它其中的水分啊，以及很多的营养素啊，什么维生素 C 啊、钙啊、磷啊、钾啊、有机酸啊、抗氧化剂等等，所以啊，还可以啊，让你去预防水肿啊，还可以美白淡斑抗老啊、防癌啊。反正啊，各种的功能很好啊，除了减肥之外啊，好处真的是啊，可能比你阿公留给你的遗产还多哦。老大怕你们啊，每天吃高丽菜可能会腻，所以啊，我帮你们很贴心的去安排了哦，6天啊都不重复啊，超级好吃的高丽菜菜单。你说啊，还有一天怎么办？星期日那个让你跟家人聚餐没关系，1到6只要做到，绝对让你瘦。我们已经全部都做好了，连料理白痴布莱恩都会做，所以大家一定都要会。你要记得哦，这个是我们一天晚餐只吃一道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一天晚餐吃了那么多，然后问我说为什么没有瘦哦，一天就是吃一道。好，我们一道一道来介绍哈，我们第一道就是我们的柴鱼高丽菜什锦汤，再加上毛豆，然后第二道是我们的高丽菜番茄羊肉煲，第三道是我们的高丽菜虾米木耳包菜，第四道巴沙鱼纸包菜，哇，这个很厉害。来，再来第五道是我们的日式高丽菜亲子冻，以及最后一道虾仁高丽菜蒸蛋。丰盛真的其实啊，高丽菜料理谁都会你们做得出来，只要不要太油腻的都 OK。今天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食谱饿了，有兼顾到这个菜，然后维生素，还有蛋白质每一道我有帮你们设计，每一道都超简单的都吃吃看吧，哇，大家吃吃看，吃吃看，
这个不乱，这味道很好啊，这有点像是那个日式关东煮的感觉，很像，因为它有柴鱼和高丽菜，那个味道很够，香菇哦，还有豆腐，就帮你照顾到蛋白质，所以这个减肥绝对吃得完，不会吃就吃得很开心，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啊，这就是减肥的宗旨，叫做。谁都知道不要吃最瘦，但是你要吃的健康又能瘦，这就了不起。嗯，只要一天晚上，吃完四分之一颗高丽菜，再加上一点点的好的蛋白质，白天啊就是平常你怎么吃怎么吃，只要把淀粉白天早餐、午餐把淀粉稍微减少一些，不要吃太油，你一个礼拜真的可以瘦2公斤以上，好吗？嗯，好吃，很好，每一样都不错。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我觉得羊肉的最好吃。羊肉的很好吃的。对，那个，但是我这里还有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从哪里变出来的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刚在你做菜的时候，我没有叫。对啊，我们又不用去见网友，我们又不用见网友，我们可以搭配这个更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哎呦，但你没有，你看什么？好香哦！再好吃，在这些面前没有很好吃的。好啦，今天就是我们以上啊，高丽菜暴力减肥法啊，你们哦，好好的去做，你们就会跟布莱恩一样，努力的减肥，努力的瘦。减肥没有捷径，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好好的坚持下去。我是七友，大家喜欢分享、订阅、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真的，他已经，刚刚你不是一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很高兴，怎么现在脸色变那么差？用闻的，味道完全被盖过去。用闻的，好不好？你就吃一口菜，然后这样闻一下，这样，对，可以啊，真的，这可以，对啊，是望梅止渴的概念。好，试一试，这样吃一个，有没有比较好吃？根本没有。